大家好，我是六号的参赛者麦鼎发，我今天要唱的是陈百强做的《等》。这首歌陪我度过了很多个失眠的夜晚，有时候等待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结果，而是就算我不等，我也没办法离开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版本的演绎。中永人